们有没有收到啊？弟兄写给你的信呢？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，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。从新的一切只是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太太你辛苦了，永远爱。让我每天来个拥抱，携手迈向另一个五十年，成就百年好男儿。我自己要去读个好好学校，以及我来有希望的方向。刚才你太太的小钱，我看到的是把莲花放在你太太的脚前，洗澡仪式是代表决志，从今以后人生的下半场不是受人服侍，而是去服侍的仪式，不是靠能力，而是靠爱的力量去带领家庭的抉择，不是只会说，而是用行动的誓约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家人为中心的盟约。现在请丈夫们跪在你的太太的脚前，这水可能含有太太在过去为了这个家庭所流下的泪水跟汗水。太太我我们的嘴唇不是伤害他们的，是成为安慰和鼓励他们的施恩的管道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，透过彼此相爱，彼此顺服，建在你所盼望的基督化的家庭。这样恳切的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，恭喜你们毕业了。